Hello， 来拍一下，顺便拍一下开箱。讲真的，我很喜欢喝海尼根啊，可是这个我一定没有不会买，我一定不会买这 3.3% 的，3.3% 的，因为我没有喝过，我想喝酒是要喝到醉的。来来，帮我开箱好不好？出事了，大连出事了，一样继续烤。来，明天就没有烤了，明天要拍这个。来，来帮我开一下，妹。开一下这个了，海尼根的，这什么口味？海尼根的这个比较清淡一点的了。来来来，看看看来。然后背后的音乐，大陆的歌很棒。OK， 来帮我开一下来，快点！你不开我就继续拍你哦。好了，我自己开，我自己开。自己开，我跟你讲拍片哦，一只手机拍还要自己开什么东西要自己吃啊？我已经拍了两年了，好不好？迈向2500片了。然后最近我不想拍很多烂片了，所以有些话题啊什么我才会拍了。OK， 好冰哦，看看。哦，超清淡的，3.38真的是。没有像海尼根味道，那个四点好像4.8那种五点几那个趴数比较酒味比较重，这个不会苦哎，蛮好喝的，还不错，好冰哦，今天天气比较好，真的。然后这个哇，1873年的，哇塞，有海尼根的时候这么久了。最近哈，这些啤酒都是，包括那些鸡尾酒都是我弟提供的。那时候去 Seven 买一些鸡尾酒啊，然后日本的啊，那时候就蛮贵的。他给我有时候给我那个喝，拍一下，顺便拍开箱啊。OK 啊，然后这阵子放的鞭炮也是我弟提供的。OK， 好了，还不错喝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最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，新年快乐。